我们接着要做翅膀动画，但是这个翅膀要产生硬，所以我补充一下哈，把这个地方一样把硬打开，这样是不是就有看到了？好，这样它拍翅膀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。那现在要做动画就要注意一下喽。你看一下我们的左边翅膀跟右边翅膀，通常这个我大部分会建议啦。好，这边我把它换到上视图给各位看一下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在这里就好。好，放大一点。来，各位看一下，我们一般物件的话，它，你看点到这里有没有？我们的中心点都在正中间。那你要拍翅膀要怎么拍？各位，拍翅膀要怎么拍？假设我们家这里有翅膀，有没有？你没有看过那个小天使的吗？噔噔噔噔，有没有？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支点要在哪里？是不是在这？要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要在这个地方，哦，就不能在怎么样？正中间嘛。正中间的话会变成怎么样？这样，这样不就分开了吗？哦，所以说我们第一件事情，你要把它的中心点要调整一下。那 A 的中心点工具在哪边？在这里。在这里，其实平常可以的话，通常会建议各位二 D 的时候就先调。为什么？因为多的变成三 D 之后，你再调，有时候不小心移动到那个纪轴，那个结果就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可以的话，你在二 D 先调。好，点到它，我就把这个点靠到哪里？靠到身体这一侧，有没有？这样待会旋转的时候，它就会摆这边。那这一边翅膀也是一样，右边翅膀也是要把它拉过来。拉过来，这样了解。好，那我现在这个调好了，记得要回到箭头哦。好，因为 A1 的中心点工具真的只有做中心点调整，其他什么路用都没有，所以你记得要回到箭头。现在呢，我回到箭头之后，我就可以准备来做动画啦。那做动画部分其实是可以写程式的，好，可以写程式的。不过呢，各位如果觉得写程式比较难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用土法炼钢的。也会成功，哦，也会成功。所以我在这边把这个，我就先针对左边的翅膀旋转的部分打开 orientation。好，如果你没有超过180度，我可以直接用 orientation 做。那如果你会超过180度，你再用这个，或者你直接用这个都可以。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那个轴向。好，来我们动看看吧。如果你搞不清楚要动哪一个，你就先动看 X 轴。哦，这一种的不是，这一种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音乐盒转下去有没有？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，S 轴不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Y 轴 ，Y 轴，哎 ，Y 轴好像对喽，有没有 ？Y 轴对喽，那你顺便看一下 Z 轴，哎，这个是做飞镖用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不对，哦，好，这样。有清楚的，所以我要针对 Y 轴来做动画，所以我这样子把 Y 轴的这里打开。好，一开始呢，我希望它下来一点。OK， 好，那拿过来，拿过来，看你要怎么拍，随便你啦。好，我们再往上拍。好，中间这样，好，做好的，你剩下的可不可以用复制的？可以。如果我们要土法炼钢，你就这样子继续做下去。继续做下去。好，你应该知道做到什么时候为止，做到影片结束为止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在学习重点里面哦，事实上有告诉各位，这边是有一个语法可以使用的。哎，没有看到这里，来看这边，我这里有写一个语法，有没有？这里可以用语法的，因为 A 也可以写程式啊，好 ，A 也可以写程式，所以。这个我们就先暂时不讲。好，那我这边好了。另外右边的翅膀是不是一样的做法？各位不要想偷懒，直接用复制的，直接用复制的。你开的是飞机，滑翔机不是蝴蝶，好吗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做给你看哦。来，我把它复制起来。OK， 那我时间轴回到最前面，找右边的翅膀。一样找到 Y 轴贴上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开滑翔翼的好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吧？因为左右边
转的度数刚好怎么样相反嘛，就是一个是正一个是负啦。这样如果你们家蝴蝶是长这样飞的，请跟我讲一下，我们派遣那个特遣队去把它抓回来，因为最后成为新的物种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这样贴进来可以，但是呢你还是要一个一个回去改一下好吗？这个就变什么正的十八度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那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好，这里好贴上 OK， 这个是正的十八，好，然后下一个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是哦，没有没有，这是负的十八，有这样拍下去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下一格又颠倒过来，所以这个是负的四十七，所以你这样做有比较快吗？没有比较快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哎，没有，还是哎，负的四十七，还是正的，我翻上来，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它是负的，这样了解意思了哈。所以其实跟你一格一格做没有什么两样啊，所以我就把它拿掉，来吧，下一格，我用键盘上的那个快速键了哈，直接这样比较快。好，这样子反正这里好了，我就贴上。你可以按键盘上的 J 跟 K 就可以快速跳下一个关键影格哈。好，像这样有没有贴上来就很快？好，这样就有了。那我们蝴蝶的动画是不是这一块？这样它就会拍了。这样有了解了哈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，很轻松的就把它完成。我们现在只差最后一个，就是那个摄影机在绕。对对对对对，摄影机在绕那一块要做而已哈。像前面这边就做的差不多了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哈，好。